所以修行就是你要每一天是在最纯熟的情况下迎接每一天的朝阳，对吧？也就是说熟练度你不能够给自己懈怠，现在每一天的这个日出日落代表着它鼓励着我们随着太阳的每一天的祝福要越来越精进，但是不是告诉我们以此就好。好，当你看到太阳的时候，你的反射动作是想到我今天究竟有什么成就，是不是？你说我今天感恩了100次，那也是成就，对不对？那至于是什么样的成就，我们就得想清楚。等到明天再看到朝阳的时候，你心知肚明的告诉自己，告诉太阳，昨天的成就是什么。你如果可以这样子的练习，不需要太久，你进入情况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能够所谓的天人合一。愿意小试一下人举手，说到做到了，对不对？当明天朝阳升起的时候，就是你要对着太阳准备让太阳验收的时候。哎，我没有在开玩笑，你相不相信啊？我们在做心法，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情。记不记得去年过年我们不是上课吗？我们不在讲八卦吗？我们不在做心法吗？台湾的学员没有上过我们的课吧？两个礼拜前台湾有一个学员，他说他在这个心法中定中遇到这样子的场景，我就告诉他，你像所讲的这场景 exactly 就是去年我们上这个八卦课的时候的场景。我说那恭喜你啊，因为你的诚心有这样的境界来跟你结缘，是吧？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在讲的是乱哈拉哦，你在跟太阳之间的互动，你就会跟他之间的磁场越来越近哦。所以你跟他在角交，你昨天的成就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告诉我了，说像太阳会转，你很多人在跟我说嘞，台湾的现在已经听多了。问题是当初台湾那边学员跟我讲的时候，他们没有上过我们美国的心法课，就是这个课前课，是不是？这些都只有美国学员知道。那他们看到太阳在转，怎么为什么他们会转呢？那个太阳为什么会转？是不是？所以现在的时间呢，是修行这个合宜的时间点。好，只要你用心，你的相对应点就很奇妙的就开始跟你相应。